准备起床，下车干活。今天总算可以走了。这就是我等了一周的传动轴，拿下来换上。这个特别沉，哇塞！上车，在车上等着我，准备干活。来，哎，没叫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这就是之前的传动轴，看一下，新的是这样子。这个十字节这断了，但是这个服务区上啊没有修车的地方。我之前是挂着四驱来的，现在那个四驱也挂不上了，因为之前那个本来就是坏的，那天特别不容易的挂上去了。这根传动轴也是历经艰难才过来的呀。西昌这儿之前是静默，前两天才解封，快递才能运进来。昨天晚上刚好到，我看看，看看，搬住这个脚，之前在这个地上跑的特别黑，这地上停大车比较多。好了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，把这个换上。这个玩意儿挺简单的，一共八个螺丝，还好啊，这个我能解决，不然得叫拖车拖到服务区下边市区里边去，把螺丝套上拧紧就完事儿。几颗螺丝还是很好搞定的。之前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修车的，其实不是啊，只是我为自驾游准备了很多技能，以解决路上的突发问题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因为出门在外的话，不可能不发生问题。当你自己掌握一些必备的技能，那么在路上你就会少很多麻烦，特别是去西藏、新疆这种地方，更别说我一直想去的无人区了。螺丝得拧紧一点，不然跑高速跑着跑着螺丝跑掉就尴尬了。把车往后面挪一下，还有两颗螺丝，拧紧就搞定。是你的，再变一下。他有个狗盆儿，这个大哥看见班戈了，他说他有点东西给班戈吃，他说他家也养了一个阿拉斯加，我还在这儿拧螺丝呢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用动啊。他会坐，哎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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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家伙就是馋，哎，他就是班戈。班戈，嗯，班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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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他吃饭的时候听都不听。很温和是吧？他就是喜欢跟人玩。嗯。你们有人在这儿路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攀枝花的，攀枝花的。攀枝花哦，攀枝花马上就到了。对对对，来了。看你这家伙，哎，把这垃圾捡了。哼，这个家伙。哦，您在这儿充电呢？哎，充电。嗯。坐下。调皮。车不是坏了吗？我在这儿等了一周，那个西昌解封，快递才进来。哦，传动轴断了，我给它拧上，拧上就走。拔回来了。啊、哦，昨天晚上才到。还不是才解封两天吗？嗯。行，我回去修下车。好好好，谢谢您啊，大哥。哎，没想到班哥还挺有口福。好了。钻下去接着搞那螺丝，五分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总算搞定了。哇，这个东西得放在这儿。就放在这儿吧。这边服务区做卫生的这个阿姨他们会收集这种可回收的东西，塑料瓶啊。这个他们能用得到，应该去车上换身衣服，洗把脸，出发。走过去，我给你弄点水。走。啊，不容易。哎。
有那么热吗，班主？走了。等了一周，哎，实在太不容易了。走，总算可以出发了。今天我们就到云南。装上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总算可以出发了。前面就是云南的检查站，过了我们去找一个服务区停车休息，准备停车休息。这是富民服务区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停好车了，不过现在还在下雨。我们现在在富民停车区，前面1公里就是昆明西北收费站。我们准备在这儿待上几天，等我们的这个行程没有四川的行程，我们再回去在高速上待上几天。你想下来了？这么大的雨，等一下吧。你看，哎呦，好黄呀，再回去给你洗。好大的雨，在车上等一下，等雨停。来了，下车。新鲜的绿色，哎呀，全是水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好吃几顿，就在这儿安心的待上几天。你看你那爪子，好黑呀、啊！这家伙现在刚刚把饭煮上，先垫一下。班哥，你要不要吃？摊子不想吃，清点了一下物资还算充足。就是除了没肉了，其他都还有。睡醒了没有啊？准备做饭。这是今天晚上的肉，最后一小坨，就这么点，最后一小坨肉吃了呀。在西昌的时候每天都是吃火锅啊，这次炒个菜，再加点青椒，今天就是青椒洋芋丝炒肉，加点调料准备出锅。辣椒粉，我比较重口味，再来点老干妈，来一勺。嗯，班哥准备吃饭了，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过来了。你不睡觉啦？还可以吧。洋芋丝青椒炒肉，我看之前有朋友问洋芋是什么，一般好像云贵川这边把这个土豆都叫做洋芋，土豆、洋芋、马铃薯啊，都是同一个东西。看看这个，大家见过这个吗？汽水，敦煌买的，他们本地的应该是，跟那个芬达差不多，特别香。好了，我得先吃饭了，班哥等会儿再吃，干饭。